今天就是一个人揍一群人。哎，跨服商城的全都买了。你盯着我看。我让了一整天给他们，他们都没有能抢我一个手下，实在是太菜了。哦，这个可烦人了。还好没有听信你们的谗言。你看，这不就追上了吗？我就喜欢这种后来追上的感觉。宝藏其实可以抽了，我看一下。他现在在这挂机，我先抽这个宝藏吧。这个无脑搞就可以了。总共可以重置六次，给了这个时装是吧？走你！哇，大奖又是最后一个，可气可气。然后这个呢？我看这个法宝是给一个万神会卷，还是来个这个吧？还是来个衣服？慢慢搞啊！这个活动肯定都拉满的，还有四天，足够拉满的。好，又是最后一个，再来重置。OK， 这里的可以领取的，哇，终于升级了，再去抽。衣服有了也可以买啊，问题不大。这锤子是会比较划算一些吧？今天就把这个锤子用完就 OK 了。对，可以升星，是倒是。最后十个，好，锤子不够了，一会儿做一下这个主线任务。OK， 先这样。剩下的先不着急啊，我第四天绝对把这些都抽满，但是现在先不着急，图鉴最划算哦，这样子啊，三级宝石万神会卷四十八个，哇，紫色的六个，高级时装自选，等等 ，OK， 这里又可以再升一级，啊，这级还没有升上去，好，四个，可以升到二十五了，我们这时装一样来一个。碧玉水月，天劫降临，先挑战这个平天大圣啊！我今天就是一个人揍一群人，就是一个人的队伍可以揍他们五个人的队伍，完全不怂，不怕任何人。其实我还可以换一个佛像，然后再加10%的输出。邀请，不，你自己进我这个队伍好吧？无限。邪魔守护经验领取一下，升到25了。这最初没有奖励，哎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我这5.5亿的输出，他们比不了的。现在过15秒钟，我们再去打一下这个玉皇大帝。我们今天先测试一下，现在这里先保守一下。怎么一下子这个数据被我超过了？然后有人刚刚说那个时装不是浪费了吗？不是的，时装还可以升星的，升星和激活第一次的那个。战力都是差不多的，然后再使用一下第三个碧玉初心，使用一下，可以的。然后我们去这里给这个升一下星，时装升星，可以加多少？加8万，还是一样的呀。又是华服，再加8万，龙女姐姐穿衣服，她已经有了呀。这个纯粹只是加个战力而已啊。武装哇，可以激活了，一些。五星妖神套装，打造一个吧，我加了10万，舒服。打第二个，等等，如果退出他不给奖励的话，那我就只能拿中间那个 boss 的奖励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就是稳一手，我就把这玉帝打死看一下，玉帝的这个奖励我还是要拿的。第二个先等等，我今天先看一下能不能拿两个 boss 的，对吧？如果能拿两个 boss 的话，那以后我们三个 boss 的第一我都可以拿了。我这个战力好虚啊！今天我觉得升级大概是加的比较少了，应该是转50差不多。因为我今天是有五次肩副本嘛，一次可以升个5-6级，什么情况6000万？不知道啊，我就充了一点钱，然后他这个战力就加的停不下来，实在太奇怪了。装备强化，哦，又有80个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我说了我要。把那个商店里的那些东西买完，省得你们在惦记。来，买起商店。哎，跨服商城的全都买了，低级背光圣阶粉120块钱购买，这个攻击宝石6个，生命宝石六个，筋斗云120，法宝买，定海中阶精华60块钱，补天中阶精华60块钱，经济币全部买完30块钱，救兵号令旗，其实这个最废了，但48块钱就买了吧。然后我们已经结算了，
后一会儿游线里，啊，中间还有一个，啊 ，BOSS 已经被击败了。呀，你看，只给了一个，他没有发邮件，他必须要打到头的。哦，这个可烦人了，出去就不给了。果然，你们刚还叫我出去，还好没有听信你们的谗言，然后再去把那个 BOSS 刷下。噔噔噔，我们感觉直接就可以去打一下那个先副本了。这开采给的经验其实也不多，切磋这里还有三次，我们倒是搞一个好点的灵矿好吧，普通的也行呀。嗯，8点钟才有活动是吧？天兵压境，肋骨助威，还有4小时开。啊，这个真就是12点才开，那明天再见吧。这个活动，把这个领取一下，鲤鱼跑环，啊，那是跑环任务。啊，给了个什么图鉴，还稀释珍品嘞，领取一下。图鉴开一下，开完了，可以了。好嘞，转26，先把这个个人 boss 打了，450的和500的都打了。以外 PK， 不清楚，我并不关心，等到和服的时候再说吧。不然现在没有对手，即便有对手，即便有这个活动，我也打不了。没有对手可以和我打的，我实在太强大了。哎，500级的那个 boss 好像手杀被我拿到没？我看一下，冲吧 ，boss 通袭，啊，500的已经被我打死了。哦，还没有击败哇！这个妖神 boss 还没有被击败哇！这个500级的赶快去揍一下呀！来吃一下这个经验单，我这好险啊，差点就被他们追上这个等级了呀！他76，那还差了20级，可惜了哦！我让了一整天给他们，他们都没有能抢我一个手下，实在是太菜了啊！完了，他说他的灵矿被老妄图攻击了，请求大佬援助。我的天哪，战力5900万，那一会儿我出去帮他吧。时装换了，绿的太丑了。来，今天先绿一天吧，明天再出来。今天先绿意盎然一下。去援助要杀自己，没关系，他这个战力才5900万，我这个战力有6500万呢。昨天的那个是9点钟的活动，今天9点钟没什么活动的。今天最后一个活动是8点半的大闹天宫，对吧？昨天的仙魔争霸给了这个十阶神兵，啊，有点厉害的。我们等到周日，他才能再搞一个这个神兵的。等等吧，国战阵营战，这个腰牌自己留着。啊，神装戒指，神佑初级套哦，神装戒指啊，我这个戒指好像还没有开，试一下，离开副本，然后去帮助他一下，走。前往帮助。啊，此矿为您掠夺，无法协助夺回。哎呀，太惨了，竟然会这样子啊！那我都不好意思掠夺他们的了，我还以为这是掠夺不会出自己人的这矿。没关系，就这样当做这给榜一上的税吧。赶快去打一下这个肩负本，一会儿就8点钟了。先换一下龙女经验副本，走吧。这4级升不了了，来把这个战力提升一下吧。哎，升阶，神器一键升阶，再来一键升阶，神装合成，又可以合成了，合成3星的戒指，哇，加了20万，这神装就是牛，宝石镶嵌，哦，这是买的宝石，是镶嵌一个4级的。它这个好像不分宝石哦，还是分的，像这里面就不能放这个攻击宝石，这个只能暴击宝石，它还是挑的呀。这宝石到时候还得要好研究一下，不然踩坑里去了。好，宝石提完完了。现在经验是2400万，哎，我发现这个肩负本越来越不给力了，它最后可能就是2700万。宝石这套所有的先到4星以上再弄，工程有人帮我打的，那个传奇今天是要攻杀，我请人帮我去打的，这个不要催我了，谢谢。法宝升阶，我131个，那就够了呀。玲珑塔，
十二阶，哎呀，还差一点，加了10万。坐骑啊，刚买的，直接就加了10万。哦、啊，玩家等级不足，一转50级才能再生了。好的，图鉴激活一下。哦，双倍领取，5500万，转31，哇，舒服。开活动，情谊时装，是累积情谊。这时装真的是很难得，高级时装自选。啊？呼啸山林，沧海一粒，这个我好像有。呼啸山林风声鹤唳，我看一下，这衣服也太多了。沧海一粒，哦，没有激活的，来给龙女搞一下，因为我们经常用的就是这个龙女的角色。你盯着我看，你盯着我看，然后又加了87。仙路法会这个打不打？问题不大，现在先不着急的，要领取 BOSS 手杀。这个门票一会儿还可以再打一次，然后现在先出来看现实的活动，仙盟守护先进去打一下啊。他这个哪吒我们可以先浪3-4分钟，一会儿再去打这个哪吒。重回天宫先做主线任务，沧海一粟，哦，这样子啊。我们其实做完这个，然后去打一下这个肩副本，然后我们再去打一下那个仙盟的守护吧，以被二郎真君捉住。好，双倍领血，直接600万经验，救我救救大圣，这样气死，这个人肯定救不了呀，肯定救不了。难道不应该把这个天兵，难道不把我抓起来吗？对吧？我都这样问了。哦，这是角木蛟，蛟大哥，别干什么傻事儿，可是我必须得要去救这个大圣啊。可惜了，玉帝之怒，走，觐见玉帝，看一下，沧海一粟，好的。无知了，又可以见玉帝老儿。破猴，你这破猴，我两次着人请你上天作伴，却两次作恶判下天官，天宫实在不知好歹。哼，俺不受你的风，非要少说，要杀又罚，速速判来。来人，将妖猴压伏斩妖台，压腹吧。玉帝老儿，你们有什么招法？赶快都使出来吧。哇，感觉这主线任务还可以继续啊，让天兵围攻，对吧？然后最终成功的去西天取经，三界霸主很霸气是吧？我也觉得，但这个时间好像不太够了，就打一次这个肩负好像不太够。OK， 然后转34，然后我们直接去干这个肩负本，别客气，我赌这个时间够，快出如来的礼包了，如来礼包是。第几天我给第7、第8天吗？是这样吗？这次好像只能到38、39，感觉差了一点。哦，你感觉是玉帝礼包买完出？哦，有道理，玉帝累充3万，然后之后累充5万，累充10万，累充20万，可能如来的那个就这个救兵就来了，就齐了，就5星了是吧？那我们搞不到了呀，我们只能激活一个如来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所以现在等级难升很多，我就觉得前面这几天的这个挂机非常重要。现在这挂机其实就一般了。哇，你看这个3954，这个、哦、现在加的比较少了，就是他最后一两分钟加的比较少。我去那挂机，他这儿的数值是900几，你知道吧？那挂机给的经验超级恐怖。对，打完这个立刻就去参加活动。好，双倍领取，哦，5800万，舒服，38。可惜差了一点，刚才是5500，现在就多了200万，舒服。走，日常现实，先不守护。哪吒还有多少血？哇，140啊，足够。你看其他盟，有个1.91的忘忧小筑还可以啊，万古长夜。然后我个人伤害，现在第一是阿霸5.81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来抢第一了呀。先盟没有12分钟了。我们盟的输出还可以的，打得比较快，他就是8分钟打完。刚才有人问改变世界缺人吗？我说有2个位置，你看这不就追上了吗？我感觉我还来早了半分钟，舒服了，我就喜欢这种后来追上的感觉。好，哪吒打死了，前往技术行。我们现在先不要打这个肩副本啊，我们先把等级升到转40。
到时候再打的话又可以多200万经验啊。其实现在有点困难的，我要拿到1400万的经验，我靠，这个有点难。来，先做一下别的。